龙地板，龙地板，智商协会，龙地板。白沙屯妈祖北港进香宝贝的日子，佛能观有真济信徒专程来到庙里的供天宫来观礼。宝贝时间一到，伫清洗妈祖后，确定进香日子咯。来自全国的善男信女，大家好哈！咱今年诶，丙辰年要往北港进香哈，啊，咱的时间宝贝也已经清洗妈祖完毕。咱伫出发的月份是伫农历二月份。出发的日子是农历二月初八日，开会时间是二月十三日卯时五点四十五分，会员的时间是二月十八日。今年白沙屯妈祖进香日子为农历二月初八起驾出发，预定在二月十日来到北港。阮们的乡亲嘛，伫确定日子后开始要准备迎妈祖了。阮北港所有的镇民吼，抱着吼。虔诚吼，甲非常热情的心，来欢迎吼，咱来自全世界的这个神圣大地，这乡镇卡，希望呢，伫这个活动呢，一路吼，往往呢，会当吼平安顺遂。北港一定会做好全面的迄款叫做准备吼，包括所有镇友的空间，阮拢会腾空出来，予咱的信徒有一个所在通去刷药。为了要迎接白沙屯妈祖，婚姻志神协会也要用热情，让大家在进香期做回来感受妈祖的神威。我们也是同样跟往年同样，我们白沙屯妈祖那个出巡就是出来挂香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同样跟往年同样，都一路随香这样服务，要做一些那个我们的香会啦，那个神医啦，还有我们的脚棒啊，会跟各位的乡镇卡结缘。因为白沙屯妈祖无一定的路线，所以常常拢会予信徒一个惊喜。龚廷宫表示，只要虔诚，妈祖拢会有感应。咱的信徒你就知影，咱路线没有办法固定啦，吼。那么也是啊，技术员家己个人吼，向信徒恳求。白沙屯妈祖进龙北港进香阵容是愈来愈大，嘛同时连接了大家的感情。这一定在三月十五启程的活动，有想要参与的信徒，这段期间除了做好准备，嘛爱来训练卡拉了。记者李明安、王金星，长报道。